我企业现在公司也发展起来，老公有外遇了，有小三了，在外面包上二奶了，怎么，这法我咋也听不懂，说那你哭啥呢？说是他有小三，你哭啥呢？女的一看这个活佛反应不过来，说是他有小三，你哭啥呢？然后说师傅啊，他不爱我了。师傅说哦，那不爱就不爱了，那他也别人去吧。其实你开始听大家就笑，说这个师傅，但是其实事情就那么简单，他不爱就不爱了吗？是不是能有什么事呢？是不是？对。其实我们听好像这个活佛没结过婚，肯定不懂人世间的这些事情，其实就那么简单。他不爱你啊，不爱就不爱了，让他爱别人去，好像就是还把他扔了，好像是个负担似的。这个爱是个负担，对的。好，他们不爱，让他爱别人去。然后说你不挺好的吗？然后这个女孩子，哎呀，无语了，最后站起来走了。这是因为活佛，但这个活佛涅槃了已经。其实，他修正到一定程度，他不是不懂得人世间的东西，是我们想太多，把很多过去的受伤害的信息跟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了。他不爱你了，那就叫伤害，那就叫负面的，很多的信息要结合在这一件事里边。对未来的恐惧，觉得我一个人孤独啊、寂寞啊，或者是失去啊，有失去分离感。或者是我的面子、尊严，好多的东西其实都纠缠在这一件事里边，把过去、未来全在这一件事里也发生了。但是对于一个修正了几十年或者一个活佛，它是简单的头脑，不爱只是一件事，跟过去、未来没关系。他就想喝茶，喝不喝，就是这么一件事。你是吃饭还是不吃饭？就问你哦，爱或者不爱只是两个不同的字而已。对他，或者是俩爱不爱，就是哦，他爱你还是爱他？他很简单。他爱他好祝福你，他不是说他里边没有太多的纠缠的信息，没信息，他就很简单。他觉得不爱你哭啥？他就问他你哭啥呢？人家有二奶你哭啥？我感觉我首先想的第一个就是不够好。对呀，你很多负面的就来了。嫌我不好，不要我了，不要我是我自己怎么办啊？你把小时候那些痛苦的回忆啊、负面的信息啊，甚至电影里、电视里看到的所有东西，对，什么陈世美所有的东西全塞在一起，还有抱怨，我要报复他，这家伙怎么能这么坏呢？哇，这个人是个坏人，甚至给他定论了。所有的全是你的过去的信息跟未来的那些担心，是啊，全在这儿。其实它就那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在当下是什么事也没有。如果你没有这些信息抛开的话，这件事单纯的比喝不喝就这杯茶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。但是这需要修行很久才能达到这种当下的状态，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状态。那就把头脑的负面都要清了。OK。才行，是的，人正因为有这个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，他着这个相，然后他的烦恼，我想起来一件事，他带着信息，带着这些东西的吧，我也感觉到自己或者自己啊，这是不是？是，所以你才要修行嘛。如果我们马上就到达，就不需要修行，需要方法。好像还有一天，这里就听到有一个信息，说是人的思维都是连着的。都是一个思维，那个心理学说，它影响你，你也影响它。就说大家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头脑，相互影响的。你不可能不被它影响的。这本人可能就是一个，也是一个负面的认知。我们太多病态的负面的信息了。其实不是说这个世界说你身边的人他们做事是对的，其实无所谓他们对错，你还能有还能拦住别人犯错误，人家要犯你也没办法。最主要是它能够不影响你修正，就是身边发生任何事情对你的心没有太大的影响，这就是修行的第一步，不必境转，不必境转就不必环境啊、人和事影响你的心态，别人说什么、别人做什么都不影响。再拉长点，你最终死的时候是无所得的，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是吃桥来吃桥去啊，生死这些都是环境来的。所以金刚经直接告诉你要懂得无所得这个事实。对，你得不到的应有所得。那最后就是啥也不得，无所得就是一个过程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认为的，你认为它是什么，
它本质上是空的。嗯，但这个话说回人，他有需要，你不去得，人他本身还是需求这些。但是你的欲望是个什么东西？你需求是因为有欲望，但欲望是个虚妄的东西。虚妄、啊，你就说我们虚妄在一个食欲上面吧。人本来他要是一种虚妄，最起码我们要，无论是三年台位也好，吃大蛋白也好，也是虚妄去得到那种吃。但是吃的话，他因为有的人正因为想去吃好一点，所以烦恼就来了。什么是好的呢？这本身就没有定义吗？是吧？大人觉得，人觉得是大便很脏的屎，很脏，但屎看上觉得很香，每天狗，是吧？这就好，香臭没得，看哪一道众生说呢？是不是？而且最根本的佛说，你本身你这个自我就是虚妄的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你根本你不知道想要什么，所以你今天喜欢杯子，明天喜欢手机，后天又喜欢茶壶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是不能确定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是无法确定我们自我的，你包括你的自我，你认为你是这样的，但我认为你是那样的，他认为你是那样的，每个人对你的看法不一样，怪不得人都说自己不被别人理解，被冤枉吗？是的，说都每个人，就每个人都理解我，都带着他的信息来认知你。你喜欢就觉得他很漂亮，很那个；你不喜欢，觉得这个人举手投足都丑陋不堪，就不喜欢嘛，是吧？不喜欢就觉得他讨厌。你喜欢，亲人眼里就出喜事了，就这样。对，我心也敏感，我现在的东想西想的人就敏感。啊。东想西想嘛，东想西想啊，想的多，杂念波动多嘛，多的都没了，不知道想啥了，频率太快。